如何教育一只自私的猫？喝水呢，憨憨。想玩吗？给妹妹玩。猫爪子呢？我来帮你。哪里？就知道吃。妹妹，给你。放你出来以后不许小气了。有必要吗？下这么重的手，叫着叫着就长大了。因为憨憨从小就有个乱掉东西的习惯，虽然之前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找过感冒药，但是偶尔也会翻出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没事把我的一次性手套翻出来干嘛呀？今天吃拉面饭的时候不小心把调料包掉进缝里了。憨憨过来一下。憨憨，我还有个这个颜色的料包掉冰箱下面去了，你能帮我刨一下吗？谢谢你。就吃这种不健康的。没事，这是拉面饭零油炸免煮拉面，采用的是零油炸面饼，很健康的，而且三分钟就能还原面馆的味道，不用刷锅刷碗，非常的方便。这又叼了个啥？ Later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